但有一次飞过来，然后在这边处理毛，再拔毛。现在焦段已经到低差模式1800K。那我在录影，所以你看没关系。在远远就看得到，你看得到吗？嗯，再看那个眼睛。对，就是那一个绿色的，你看不到。看不到。你怎么会看不到？就山壁那边会有，就山壁那里啊。有了。然后它是喂食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在拔毛。拔毛。对，拔完毛，然后就带回巢穴。你上次它可能有在吃吧？它应该有。对，也有在吃。我刚才看到它有咬肉出来，对。然后叫出来大声。通知是还在拔毛。换方向，看得到吃。我还在跑。我想要换一些。换姿势了，也有可能想要飞，看头偷看你，对对对，我好像还在拔，没有要飞，好像拔完了，哎呀，一直飞过去。
再看了，再看了，再看了，再看了。对了，准备啊！对，准备。手就是